会长，我是大秦。上一集呢，我们在魔枪区升了蛮多等级的，而且那边我觉得很好赚，所以我后来就继续在那边练，就是没有待的情况下一直练一直练，练到现在92等，结果打了蛮多东西的，卖一卖大概有60几万吧，出乎我意料。可是那一些钱呢，现在都被我拿去投资觉醒药水跟猎杀剑士，就是我买补品拿去挂露天卖，转差价这个意思。那今天应该去直播看看了吧，都92等了，而且今天加倍快结束了，我觉得趁现在冲一波好了。我们就先到伊甸园去。哇，越来越很想偷渡，可是真的不知道哪里是哪里，你知道吗？算了，不要偷渡啊！我觉得偷渡是个不好的行为。火蜥蜴还是一样吵啊！我已经把音效关成最小了。毒了，这个关掉了。好，冲啊！古城算了，不行。好。我再也不偷渡了，我一定乖乖的付钱，不然光这样下去，我蝴蝶翅膀的钱就会不够。直播中央回格，来看他几等，88已经是直播了，所以就是他了。你88等，不要给我去古城哦，我赌一定是直播，拜托。又是哎，等一下，怎么鬼？太扯了，这什么情况？哎，好多，这直播也太多人了吧？给你打口约什么85 up， 给你打，好，就你啦，安安92。我没有火蜥蜴，我只有一颗真挚的心。我个卡片，我才刚开始就卡片。好哦，认真练，认真练。说真的，这样的练功气氛其实还蛮不错的，就有一种整个四五七人都在陪你努力的感觉。哎，我忘记换剑石了，就是这个剑石很贵啊，猎杀一只要7块钱，能想象7块7块就这样被我们射掉了吗？对，我刚刚有打到一张捕虫草，还不错。那我们来换一个火箭石好了。好，东西放一放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石波的任务，好像是跟这个老爷爷接吧？对，30只石波，经验应该是很高啦。那我们就继续吧。刚刚大概30分钟升了1.5等，伤害变差了一点，没关系，省钱嘛。那个好贵哦，那个7块，这个2块，但是这个2块钱我就可以多用普攻了，省魔。
家。各位，祝你们晚上会梦到我。别笑死，梦到石伯，可以可以，那我先退了，晚安。嘿。95，好的，一瓶半的绝水从92升到95，好了，算蛮快的，不过还有一段路要走，接下来就是演播区啦，有点累，我想睡觉，怎么办？不对啊，还是要去的，而且要换这个剑士，贵桑桑的剑士。我有开封杀效果，看一下浓雾封杀特效哦，特效可以接个挑战。七彩大嘴鸟那边最多啦，那我们就直接在这边再打到没有魔法，可以再稍微小转一下，顺便解个呆。我大概又花了蛮长时间，应该有15分钟吧。我从全身空的状态打到全身满的，偷偷的卖一下，看看多少钱。40000多块，变少了，应该是我等级提高，所以它的掉宝率就降低，当然捡的东西就会变少。好啦，反正现在带带解完了，那么就往岩波出发吧。我们先去看一下状况好了。这里多了一个喵喵卡普拉，它可以到火山东边原野。好，400块。然后再往左边走一个地图，就会到达岩浆玻璃区。可是这块地图还蛮麻烦的，因为它的远距离攻击的怪还蛮多，而且还会遇到这种不要过来，哎，太多了，哎呀，好吧，那我们来一只轻一只好了，不然一直拖着也不是办法。算了，快到了。加尼到达岩浆玻璃区，我的伤害有点不够呀。好，没关系，他的伤害也不够，大家伤害都不够。我想中间就有人组队了，可是好像没有看到哎。那我们稍微换个分流看看好了。哎，没人。哎，这也没人，只有怪物。好哦，那就开口问吧，请问有缺人吗？一个爱心。好吧，不缺。有，有位，有位。那我等一下好了。首先我回程有3件事要做，哎呦，满了耶。好，3件事要做，第一个就是精炼我们的弓，但是精炼弓呢，我们需要资金去买神之金属，然后这间店就是我开了另一个账号专门来挂店的，所以它就是挂了我之前打的那一些东西。
号，也稍微赚了一些钱。那我现在就从这个账号领一些钱。真的啦，反正就是玩这个一定要一个账号挂电，一个账号练功啊。挂电账号大概赚了60万吧，那我先拿个30万，因为你没有一边挂电一边练功的话，你的收入来源根本就不可能同时进行啊。好，电挂回去了，主要赚钱的东西是绿草跟终极剑士，但觉醒药水也是稍有些赚啊，就是一瓶赚大概200块，我卖100瓶就是20000，然后猎杀剑石桶一桶就赚2500，所以100桶就是25万。好，题外话，反正就是要一个练功，一个挂点，这样你的收入来源才会稳定。那我现在有30万了，我们就先寻找一下有没有卖神之金属吧。老方法，买个银卡，点开来之后打神之金就好了。欸，我昨天还有看到一个6000块，为什么现在一个变8000块，而且还有9000块的，这很扯，这样就45000嘞，45000，糟糕，我本来想说一颗30000而已，535就150000了，下一个45000，这样就要20几万嘞，天哪，我们先看一下在哪里好了，右边苹果头，好吧，我们去伊甸园里面找一下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再回头买这个。没办法，现在要练功，一定要强化武器，不然效率会比较差。而且最好还是有水肯贝特啦，可是现在应该都还没出来才对。那我稍微逛一下店。我整个翻完一遍，我发现还是没有，那我们就只好忍痛啦。天哪，好贵哦，25万！天哪，22万呢？这样就没了，我的22万就没了，还要金链，我忘记一个金链几万了。拆武器，来看一下。还好一个10000，我还有70000，那就先敲加5吧。精炼完了以后，我们来领个经验书吧。来来来来来，右边右边，跟他领，拿100个杰勒比结晶。收集到了。然后我就取得5本经验值倍增书，最后呢就是到这边领个呆呆，然后就出发，然后要赶快到伊甸园去。